身为一名乐师，你穿成这个样子跳这种舞，成何体统啊？母后，婉儿以为这宫中舞乐数十年一成不变，倒是应该有些新意了。婉儿，你不会因为一个小小的乐师跟哀家作对吧？这个乐师不懂事，难道你也不懂规矩吗？婉儿不敢。莫愁，在。今后再也不许跳这些民间的舞蹈，民间与宫廷贵贱有别，你既为宫廷乐师，必须习宫廷之乐理，跳宫廷之舞蹈，明白吗？明白。大君，这件事情就这么完了？当然，除了学舞之外，你还得学诗。自古明诗而知礼，姑姑会为你选一位德高望重的先生亲自来教你。还不谢恩？谢大君。真没想到今日竟然被那个黄毛丫头开了眼。是啊，这莫愁姑娘一看便是自小习武之人，功底扎实，和宫里面那些武官们可不能等同视之。我倒不这么认为，她可比不上妹妹当年的荷叶之舞，艳惊四座，讨大。